定美味生活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一个免开火料理哦。只要用焖烧罐呢，在家里、在办公室，或者说在露营、在野餐，你都可以不用开火，也可以做出一锅意大利面哦。让我们来看怎么做。示范的不开火料理是不是超级神奇呢？只要家里呢有焖烧罐，你也可以做出又香又辣的鲜香意大利面哦。如果呢想要看到 Kitty 更多的美味料理，请记得订阅 Holiday 美味生活频道，或者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吃什么。